其实我不是总招。那 Cost Cup 呢？通常以往来说，开场的时候都会是由总招开场。可是为什么今天不是总招开场呢？因为他忙着像被鬼抓去了。因为我们这次的规模比以前还要大上非常非常多，所以就是他现在非常忙。那所以就由我来代理开场。那我是谁呢？我是 Yuren Zhu， 我是这次 Cost Cup 2013的 Offering Committer 的 Chair。那我也是开源社群的长工，我从10年前开始参与之后，然后陆陆续续从KLAR Hacking Thursday， 然后到Cost Cup 都是有陆陆续续的在参与。那现在一直在当做一个是 Open Source 的 Contributor。OK， 我们回到7年前是我们开始办 Cost Cup 的时候。在2006年的时候，我们在台大综合体育场办了第一届的 Cost Cup， 那是我们第一次跟 iCost 分离之后第一次独立举办的研讨会。那个时候我们在台大的综合体育馆的二楼，然后总共有206个报名人数。那这时候，这两个是 BSD guys， 然后他们穿2014年的衣服，看起来那时候就有点过时了。OK， 但是他们也一直在参与我们的社区，然后也一直给我们很多很棒的作品。再过3年，我们在台大举办了2009的 Cost Cup 研讨会。那时候我最近去翻记录的时候，翻我们等一下的主持人就是 Tim，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第一次看到台湾办的 Open Source 研讨会有人在排队，那他不差也累了我们一点。那不知道大家刚刚在外面有没有排队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就我看到应该是这样曲曲折折的绕了好几次，然后再过来。OK， 今年 Cost Cup， 这是我们Mailing List 的文字语。我们在 Cost Cup 有一个 Cost Cup General 的 Mailing List， 我们在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，因为这次的规模真的是无与伦比的大，所以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多时间。我们的 Mailing List 里面有数百数千封信，在讨论我们到底要如何才可以办好这个研讨会，甚至。这个研讨会大到我们要用 issue tracker 才有办法 tracking 这整个研讨会的所有的 issue。 在今年 Cost Cup 2013，我们在 Redmine 我们的 issue tracker 上面开了600多个 issue， 然后我们每天都在想办法的把这个 issue 减少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它一直增多。 OK， 在经过这么多努力，大家像马拉松似的这半年来的筹备，然后我们前几天都忙到就是很晚才睡觉。那这个夏天，Cost Cup 又来了。今年夏天，欢迎大家来 Cost Cup 2013。OK， 那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在 TICC 举办，那也是我们扩张非常大的规模来到这个地方举办。然后我们总共1800个人参与，所以我们成长了800%， 从2006开始成长这么多人。而且我们800张票在47秒的时候就全部卖完了，这实在太夸张了。大家会很好奇为什么是800张呢？因为我们这次有一个 contributor 的票，所以我们很多的票希望我们 contributor 都可以来 Cost Cup， 所以我们是先让他们可以透过他们展示他们的 contributor， 不论是文件或者是网站或者是组织社群或者是 Cost Source Code， 我们都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先来报，所以才会有那1800跟800的票的差距。而且今年售票亭还在，大家不知道去年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去年报名结束的时候，整个报名系统全部都被瓦解了，所以连售票亭都被拆掉了。OK， 但是今年非常厉害的，47秒报到，大家都很顺利的可以报到。OK， 那我们知道 Cost Cup 实际是40% 精益成，60% 交朋友。那我们在行前当中也跟大家提到，希望大家可以带名片来。